结果嘞，结果华向空主说没有啊，东西早就被华航的人载走了。9月24号，关务署跑到华航去查扣大量的走私品，除了在华航查扣，还在桃园的民宅也查扣。买了这些烟，43条，检察官27条，中间的差额去哪里？请调查局今天跟检察官报告，也请调查局今天告诉检察官这件事情查清楚。再下一个问题，李部长，礼拜一我问的时候，你从头到尾都在那边。我秀了一个照片出来，我秀了照片出来以后，他们说食盐还在仓库，他说安荣奇也说东西都没有拿走，胡说八道。我为什么敢说胡说八道？礼拜一我早上质询哦，说烟都还在仓库，没有拿走，我吓坏了。因为如果有这个资讯，我一定知道。我礼拜一下午，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，我马上跑到台北关去。结果呢，台北关陪着我去华向空署，华向空署的人哦，说啊，我们没有权限啊，哦，去回答你们的问题。那天副署长人也在现场，结果呢，结果华向空署说没有啊，东西早就被华航的人载走了。东西早就被华航的人载走，载走以后是什么？来看一下，9月24号，关务署跑到华航去查扣大量的走私品，查扣大量的走私品，除了在华航查扣，还在桃园的民宅也查扣。部长，你是不是知道，礼拜一、礼拜二昨天的时候去华航查扣那些走私品的时候，除了那些私运的免税商品，我敢讲私运那个不是旅客带进来，有人帮他用非法的管道载进来，而那个人就是华航的人，就是华航的人。